警方在台北市林森北路一处巷口盘查一名男子，没想到才问没几句，男子居然转身立刻落跑。带你来看现场画面。把我拦住他！把我拦住他！快点！把我拦住他！快点！把我拦住他！男子一路拔腿狂奔，警方在后方紧追不舍，双方在马路上上演追逐战，追了200多公尺，终于追上，马上将人押至逮捕。一查发现，原来这名郭姓男子是诈欺通缉犯，警方还在他身上起获2包毒品。带你来听警方说明。查获是毒品集中包，经检验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，全案讯后依诈欺通缉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警方侦讯完毕，将他依诈欺通缉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。